公司的另外一个任务叫行销，因为我们除了有招商业务，还有行销业务。请问托儿所的小朋友去看什么？我们会强化所有的行销，当然这个是行销。你托儿所的小朋友，请问他们去，你们怎么行销？你们告诉他们什么？是董事长、总经理，你说好了。托儿所小朋友去，你们怎么跟他行销？谢谢一座哈，那我想我们主要行销哈，那还是做整个航空城的，从最早期的。他们听懂吗？应该都听得懂，听得懂、哦、哇！那我们台湾的教育成功，还有家长，因为还有 家长也会跟，还有老师也会跟着来。是，好啦，是，好啦，你们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你们想做，但是没有事让你们做，所以希望我们董事长，你要赶快跟我们地震局取得土地最重要，是不是？好，谢谢，谢谢，谢谢一座。好，谢谢淑珍议员啊、哦，董事长，那个我看你们招商也招了蛮多的啊、哦，那好像是说你们已经签订意向书的厂商有几家啦？有18家。18家的，那18家是什么时候签订的啊？这个部分由我们总经理来跟大家一一做说明。好，总经理。是，谢谢座哈。那我想我们从103年哈到现在，我们签订那。签订的部分是有18家，那事实上持续一直在做交流联系的哈，那当然是不止18家。好，总经理，你在这个位置几年了？报告一座8个多月。8个多月啊、哦，其实啊、哦，你们签订的厂商啊，只有103年3月，还有后面10月那个时候签订的那个意向书啊，那到现在你来8个月，你有签订哪几家？报告一座哈，那我想我可以就那都是以前朝政府做的啊，也不是你做的啊，是先有航空城的计划，还是先才有航空城公司吗？是，对不对？你航空城公司就是要招商嘛，对不对？是。那你到现在8个月，你也没有招到厂商进来啊，对不对？只会办活动、办行销而已啊。包括做，当然行销是我们管道之一。那我们在预招商部分哈，那事实上我们这一年来哈，那针对航空城的产业规划，不管是核心、次核心，事实上我们也跟很多的厂商来做交流。然后我看你们招商的，你会不会招那个什么货柜厂进来啦？还有什么物流中心呐、啊？其他真正好的企业，你有没有招进来？那当然我们桃园不需要太多那种货柜厂、那个物流中心的呢。这个对对，我来跟一座报告。如果说有类似物流，我们未来的招商目标是智慧物流中心。因为那货柜厂都是货柜车啊，尤其杨梅都好多了。是是。芦竹也是一样，待会我们议员也会问。是。那个都是绞肉机，你知道吗？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好的一个厂区啊。科技厂过来一些，对不对？是，有智慧的一个厂商，这样子才好。不要说都是找货柜厂，那没有人要的你都招进来，这是不好的现象，好不好？不会的，不会的，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哦。还有我们审计处去年在对市政府104年度总决算的审核报告书里面啊、哦，他的意见是这么写的：营运的资金常年闲置，没有善加运用。既有的资金哈，还有调高职等薪资，增加营运长期的负债啊，所以呢，你们每年都是在亏损的，都没有赚钱哦。那我们航空城公司对这个审核意见有没有做任何的改善啊？还是越请越多人，大家都是高薪坐在那边，然后没事做？报告一座，我们已经做了全面的改善，所有的同仁都降一职等一职级。那我跟总经理的部分呢、啊，降薪大概1/5左右。那你们的公司的员工，2万多块钱。那你们公司的员工是怎么禁用的、啊？报告一座，那航空城公司的员工，依照航空城的主那个章程我们全部是公开招选的。那你们什么叫做正式人员和机要人员？这怎么分？正式人员就是。航空公司的正式人员都是公开招选，机要人员就是依照那个。那正式人员多还是机要人员多？目前只有一位机要人员。哦，那机要人员的聘用是怎么去聘用的？机要人员的聘用是依照那个中央政府颁定的那个中央政府首长那个。那你们在座的哪一位是机要人员？在座没有。没有啊，哦，是在办公室里面啊。对，一位。那你们都是正式的人员就对了。是。好，希望开源节流啦，要多多去招商才是重要，不是只顾着行销了，要并重，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一座，谢谢一座。
好，谢谢议员。啊，请问一下我们的董事长，这个在吴正阳时代的时候推的这个航空城的计划，哈，也办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说明会哦。是。那我们有在经过统计嘛？几乎每一场说明会，反对的声音都很大。可是再仔细的了解一下，这反对的面孔几乎常常见。然后再仔细的分析一下，在这个航空城的范围里面的居民呢，大概29000多人，可是开了会以后，每次参加的人也顶多这么200-300个人，结果呢，就是以这200-300个人的意见呢，变成全部29000多人的意见，这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可是却用200-300人的反对意见来代表29000多人的意见，就是要反对航空城。可是今天民进党执政了，你们现在又办了那么多场的这个说明会，结果你们的答案是要通过，要通过。这对于这个居民来讲啊，这个心里面啊是七上八下的，因为自从说之前的这个开着说明会呢，要通这个虽然说是反对的声音多，可是到底不能代表29000多人的真正的意见，所以说这个你们呢后来又办了这个说明会。但是以地主的心情来讲，当不用办这个航空城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高兴的。但是也有厂商呢借机哄抬地价，所以有的人也卖了土地了，他还等着他的另外一块土地来卖，要来赚这个钱。所以对这个老百姓来讲，航空城的推动计划哦，对他们来说哦，有的人是希望不要推，有的人是要推。但是我刚讲了，你们在办的这个十几场的说明会里面，结论是要推这个航空城，对不对？目前市长已经依照我们的听证会的一个结论，把所有的航空城计划修正之后，已经再送这个我们内政部审议中。那这个审议，你们的结论里面送审议的时候，这个地呢，这个航空城的土地是缩小吗？蛋白的范围，我请问一下。目前蛋白的范围基本上啊，有做因为是地政局的业务，我不敢在这边替他越俎代庖的说明啊。不过整个我市长所说的啊，尊重多数，保障少数，缩小面积啊，早日定案。这个所谓缩小面积，是依照现行版的这个部分来讨论要不要要怎么样的缩小。他的意思是这样。是航空城的董事长，这个范围要缩小或是要保持原状，你应该清楚啊，还是总经理比较清楚？因为是地政局的业务，不是我们航空城公司的业务。地政局的业务跟你们就完全一点没有关系，开会你们都不派人参加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派人参加？我派人参加都知道结论是什么话啊，怎么说一直说那是他们的业务呢？报告一座哈，那因为这第一，这是地震局的主要的一个，他是主办嘛，你们一定要参加嘛，你们是航空公司董事长，那怎么可能不派人参加呢？有没有派人参加？有的。有没有？有没有派人参加开会？之前的听证会是我们都是有全程参与啊，所以听证会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要缩小范围是不是？那个我来说明一下，因为最后的决定面积要怎么变化是中央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所以说你们是把结，我只是请问你们现场开会的结论是缩小范围还是保持原状？至于决定是上层嘛，按你们送出去的案子是怎样？我们送出去按照正反的意见都有送出去。那正反的意见，赞成缩小的还是保持原状的多呢？一般来讲它有两类，一类是说我赞成这个案，没有说缩小。我知道是赞成跟反对一定是两个意见嘛。对对对对对，那有缩小面积的是有一部分不希望参加，所以市长才提出来，就是说保障少数，希望尊重多少。好，那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想这个航空城几乎还是要推动的，就是说整体大部分。谢谢，请坐。接下来请蔡永芳议员三分钟有够，十分钟啦，无人嘿，我来。有人会使歇困啦，五分啦，好，五分啦哈，好，谢谢。迄个总经理，我请教你吼，是。我定去参加什么？我进前顶礼拜去参加迄个延平路，吼，打通到我们和强路到和平路的那个定线案哈。是。结果很长吼，就是有一些民众，看起来不是地主，是，哈。也不是相邻的这些所谓的
关心的民众，结果过来跟我交换名片，跟我聊天，我发现说，哦，原来是中介公司哦。是。结果发现了，我从以前当代表到现在十多年了哈，每一场只要政府有开了什么捷运绿线的公听会啦，航空城的什么什么什么开发什么会哦，林林总总哪一场到哈，中介公司一定都到。我拄啊听到真矛盾啊，拄啊立立议员你讲。讲奇怪，啊！恁迄个市政府有啥物会，恁拢无去列席。我想请教你，是你们的角色是什么？报告一座，那航空城公司目前的角色主要是做航空城计划的行销及预招商的一个业务。好，来，中介公司为了要卖迄个土地，伊拢会去了解，听讲这个计划是安那，转来再来大肆宣传。再来，甲只有意愿的人推销讲啊，即块地要开发了，即要创啥，路要开咧，地方要发展啦，招人来迄落。我看规气哦，恁改掉好啊，还是恁拍好迄个台湾房屋好啊？好，委外经营，人比恁较认真啦。用段门甲听起来，全部甲恁问了讲，恁唔知这第二级的业务不能什么业主代跑哟，专讲这话啊，莫名其妙咯。我请教你，是一间公司要经营，要投资。他要考虑几个点，当然是考虑第一个将来的回收利润为主，开发成本是土地、人力、甲市场、甲后摆盈利状况是。我请教你，目前航空城，我请教你好啊，后摆航空城开发好了，是，你招这些厂商入来，这些土地你是叫因买断，还是讲政府用租的租你？那我们目前的规划方向是这样子，除了标售买卖外，或者是以设定地上权为主。是以哪个为主？都有，就是标售或设定地上权。目前遐土地吼，农地一平就差到几十万啊，十通万啊，准十万啊，算收40%转来。即嘛一平土地开发成本就25万啊，吼。啊，你今仔日人也要来投资，我土地一概买1000平，我要开偌济钱，要投资偌济？偌济物件，即种你来算怎啊？你要替这些厂商讲，你来投资啥？成本省偌济？吼，人力大约安怎开？阮遮是踮着机场旁边，我们的交通运输到了临近东亚国家的那个路程只有二点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吼，所以有这个亮点你要讲出来，对不对？对，这我们都有规划，包含将来的航空城的基础建设，或者什么优惠的税率条件什么。如果你在这里进驻的话，我去年去到缅甸了，结果发现缅甸的土地炒得比我们这边还贵，是。结果当地人也在讲，在骂，哦，因为中国、哦，他们都想强国来这边买地皮，炒得乱七八糟。结果当地很多地方要开发也开发不了，土地用差起来，好，哦。那土地炒得这么贵，没人开发就不会有经济成长。那我不知道我们航空城到时候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形？报告一处哈，那航空城将来那实施开发以后，我想就我目前所接触的一些企业哈，那非常多都是有兴趣，所以我相信将来航空城计划开发以后，我请问你，他们有企业，他们有兴趣的哈，他们就土地的部分，他们是希望怎么样来配合？土地的部分，刚刚我跟你做报告了哈，那可以标售或设定地上权为主。那哪一个对他们比较好？那当然是他这方面，你们有跟他分析过吗？我们就是当然是他看企业他自己。我问你哈，你招商来跟他们聊，这是最细节的地方，你有跟他谈到吗？怎么帮他们？有帮他们？有跟他斗想到无？跟他斗分析过无？还是跟他讲叫来看看一下，不过来叫人干掉。不然我们去跟他看看，真的都是有实质的交流，像还有很多企业，包含新加坡什么企业也积极的欢迎我们到新加坡去参访他们的企业的规模等等啊。最重要，因为赚钱就是开发投资的钱要少，对不对？安尼后摆才有利润嘛。你要开几大堆，结果有赚钱无？唔对，不然是要贪头前的利息钱都无够，是，对不对？这个要分析好，所以什么会都要去派你去参加，知不知道？农博要派人家参加，好不好？好，有没有？好，谢谢，请坐。啊，那么因为今天外面行程多哈，所以我们议员同仁可能都在跑行程。那我们中场先休息10分钟啊，等议员回来，我们再继续开会休息。
前就是刚才休息来了，我们就讲一讲。那王永先生呢？好，大家请坐坐，我们继续开会。好，接下来我们请苏家明议员发言三分钟，谢谢。好，那个我来请教一下哦，这个企业招商行销处处长邱志平，我不用总经理，不用董事长，我跟你较无熟呢，你行销到哪里，我拢看无半项呢。啊，跟易座报告一下，因为公司目前专责航空人计划的行销跟预招商业务。你们刚才议员讲说，你另的跟他公司还没有土地，没有办法做，那你挂这个行销部兼行销处的处长邱处长，你应该有一点作为吧？总不能靠董事长、总经理吧？你名字够听嘞，企业兼招商行销处，你有行销什么没有？主要我们有两个对象，因为行销第一个当然是对一般的市民跟国人吼。你从哪里来的？你是做什么的？以前？我以前主要是做那个 BOT 跟一些公共资产的招商活化。你来航空城多久？三年多。哦，三年多，你总要行销个多少？我现在问你一下哦，今年总预算的执行率多少？目前总哦，以今年度的执行率大概是23%左右。23%哦。是。那今年是亏本还是有没有亏多少钱呢、啊？我应该亏钱吧？对，目前是亏。有没有航空城有没有收入？都没有吧？有，我们有那个北区馆的那个出租的收入。那有没有平衡？目前是还没有，还没有平衡。是，我想你们董事长新到，你要多协助他啦。是，黄志卓是很用心要做事的人啦。是，可是你这个招行销处哦，我希望你能有所表现，是，对不对？你们副总也是刚来的啊，我们对航空只是很多的期许。我想郑市长也说要继续的开发第三跑道要做，可是我讲点点呢。所以现在董事长也换人了，一个新的哈、哦，我们张处长也副总经理也进来了哈、哦。那总经理哈、哦，总经理这个我们青商会的，你要修标很紧啦，我不敢对你们苛责啦。哦，我想航空城市一个重大的建设，尤其王明德这个郑市长这么哦这么得力的助手哈、哦，你把修快没让他走，迈过点点嘛，大家对航空城充满了怀疑嘞。对，我能够做就尽量要邀请怎么样？快一点做，对啦，只是中央配合，我们会不会配合个当时？对，配合要多久？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还是跟他底下配合配合？不，中央跟地方还是有分工的作业，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要求中央快一点。好啦，快一点，王市长、王副市长，我对你很有信心的，你跟中央的关系足够了，好不好？还有你们那个网站哦，哪个单位在维护啊？你们那个航空城愿景的网站，没人管了、啊，几年前到现在、啊，这谁负责啊？跟一座报告一下，就是有市府的一个航空城主题网的部分哦。可是你们去年到现在都不更新，难怪你做不康轨了。网站归你讲啊，刚刚好像都没有更新了、啊，没有行销计划。这个都有更新，有各局处更新它全责部分的最新的进度了，都是有汇总。这个对不对？你的网站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年就马上更新。对啦、我们今年就马上更新。好几年，还有行销处都久不，好不好？一做建议的是正确的。给你鼓励了，好不好？马上更新。谢谢主座。接下来请万美玲议员五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我想首先就教一下我们的黄董事长哦，您到任啊多久了？到了我3月1号到任到现在。所以不到3个月，两个多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那你考虑要接这个职务，考虑了多久？我考虑接这个职务是市长要我接这个职务。那我在考虑的过程是考虑我能不能有多久的时间有对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考虑？花了多久时间呐、啊？对，说真的，我是有考虑的一小段时间。没有错，一小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以你的聪明才智，你应该经过非常审慎的考虑，你才会接他这个位置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企业管理上面你算是专业，也算是有研究。那在这个学术上面你有很大的这个功课做在里面，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在这个实际的经营上面，我相信你一定评估过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哦。是的。那一般是这样子，我们不管在买股票也好，在投资一个公司也好，我们一定是看到它有获利的前景，或者它看到有不错的营运，甚至于看到它每年的这个红利的分配，我们才会来入股或者是来接掌这家公司。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航空城公司其实啊，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空壳子，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亏损连连的一个公司嘛，哦，是。所以呢，你有这个勇气跳进来，我真的很好奇，想问问看，第一，你是基于什么原因，愿意来这个投资自己的时间、精神跟专业？第二个，你预备怎么样的来经营这家公司？是我为什么愿意来投入这个公司？最主要是我
认为桃园航空城公司所主政的未来的产专区的招商将成为下一个世代台湾经济的火车头。很好，所以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你刚才以上讲的这句话真的要好好的告诉一下郑市长，因为在这方面你是专业，你要把你以上讲的这句话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航空城公司值得他认真的来做。哦，是。那我想你有这样的理念，我相信未来应该怎么做你一定有 一套复案了，你可以在会后再告诉我们。是。但是呢，我今天要说的，我们一直在谈航空城，在谈的是愿景，愿景啊，我看到的愿景就是一个愿景馆。那愿景馆做什么呢？给大家游览参观用。那因为刚才不好意思哦，我对你们的这个人员比较陌生一点，在您这个座位后方的，它正确的职衔是什么？是我们招商及行销部的经理。行销部的经理是不是？对。我刚才好像隐约听到他说，在他的这个工作职掌当中，分别是行销跟招商。招商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现在成绩是零。但是我相信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足，是我们整个大政策大方向一直没有迟迟不能定下来，所以就没有大决心跟大魄力可以赶快把航空城做起来。那自然你今天没有商品，这个公司能够来行销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副市长，我觉得今天质询航空城公司啊，我觉得我们质询的很无奈也很无力。如果郑市长不能再有一个大魄力哦，赶快决定航空城的未来应该是什么，那你如果今天还要讲到中央，其实中央跟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执政了，一条边呢，前瞻计划这么多的钱呢。如果像我们的黄董事长所说的，这个航空城是我们大家所期许的，也是未来台湾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那郑市长应该要广纳谏言，听取专业，赶快来做。好，那副长您请坐。那刚刚这位经理刚刚有说到说，招商的部分我们不责怪他，但行销的部分就有点特殊了哦。他说要跟我们的市民百姓行销，请问一下要跟市民行销什么？我想行销最主要是让大家广为周知航空城的内容，因为说真的，第一个是那个很多的市民确实还不够了解。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哦，航空城就没有内容要行销什么？那如果说要行销航空城三个字，其实民众早就对航空城从期待到落空到现在觉得就不当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哈，我替你们很抱屈。如果今天你接下这家公司，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接下来，我就困难重重。你应该要带领你的这个你的部队，要好好跟郑市长说，我有心要做，我有专业要做，我有人才要做。那么因此拜托你，给我一个决定，我们是真的要做。那么否则我这一批人在这个地方天天挨骂，天天被人家看笑话，天天说航空城是喊空城，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嘛。我们会依作的指导全力努力。那刚才有说到我们现在预算执行率是23%，这23%我也觉得说也不知道执行到哪里去了。如果说只是都要去招呼一些人来参观愿景馆，然后做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必要的支出哦，我觉得可惜了啦哦。所以我今天语重心长再说一句话，我觉得黄董事长，是你愿意啊投入这个航空城公司，而且是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带领的人我相信都有一定的专才，是不要去浪费掉了。那该要跟市长谏言的，该要让他有魄力即刻把大方向定出来就要做，否则。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黄景熙议员3分钟，谢谢。多谢主席哦，副议长。那么感谢万美玲议员啦、啊。哦，今仔日早起啊，天天讲啊。那么我想欢乐就是讲，你今仔日黄董事长来接受了这顺啊，那么会受到真大真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啊，看到你拄只所有只议员对你的肯定啊，哦，我就放心起来。谢谢。台湾在民国1990年代在发展到这个集体电路的时阵，无人看好台积电加联电。那么因此呢，都嘛是因为无看好的情形之下，但是啊，迄当阵啊，孙运璇院长以及李国鼎，那么这个会当讲是高人啊。那么落来发展到继续落去行落去，是，这就是有眼光。啊，相对的，台湾咱桃园市的这个航空城是一个绩优股，是每一个人拢知影的。这议员对你的这个对航空城这个有这么大的意见，都是希望讲航空城会当赶紧来做。那么今仔日，那么黄董事长施卓雄啊，你来接这个董事长，拄只你嘛有答复了这个万美玲议员，
你嘛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么来再接来来接这个长大。我相信用你的法院的经验，加咱得甲中央的一个啊，这个好的人员啦，希望讲你会当发挥到你实际上的影响力，和航空城的这个计划会当赶紧来做。是，那你当然在这个环保署啊，李应元署长也有讲过啊。那么针对环评法会做部分的修正，那有全世界啊，嘛有人做一个环评，那么爱做三年的，你甲想看卖，伫这个这摆分一期甲二期，分蛋黄区甲蛋白区，蛋白是咱同市政府来做的，但是爱配合着蛋黄区。那么蛋黄区的干那一个环境影响评估爱做三年。台湾的经济哪有在了去等三年呢？那么尤其航空城未来要如何跟少年家的未来来结合作伙？我相信黄世卓董事长啊，你啊这个拢有一个副案在的，在上艰难的环境当中，会当创造了上大的这个啊绩效出来，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所在。是，继续干努干努力，继续个拍拼落，安尼好阿无？好，感谢记者。谢谢议员。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林正贤议员发言，下一位请黄婉如议员，谢谢。黄董事长，不好意思，是，谢谢。首先就任了两个多月，先跟你恭喜了。不过我还是真的觉得你的能力有点大材小用。不过既然做了董事长，不敢。我想我们也把角色扮演好。那有几个我也跟你就教了。是。那我看到我们的报告27页里面呢，我们介绍照片参团就占了14页，那实际的报告只有13页，那第二页跟第三页介绍每页参团的人数，扣掉目录，最后一页的单位联络资讯啊，实际上我们这工作报告不过10页而已就可以看，而唯一能看到的内容就只有我看是第九页跟第还有到11页啊。整个报告内容是真的是非常的空洞。我上次执行的时候说你们好像像一个航空城的博物馆，我看我们有一点真的把博物馆在经营。那我也把这公共报告拿给一个国中老师跟大学教授看，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及格。那整个航空城看起来就一直都没有在动。我看了贵公司的参访记录，一堆参观的感觉上跟业务上其实真的是没关系。我们不反对民间单位参观，但是如果你们列为绩效的话，就要努力找到相关的产业跟企业单位，而不是什么安亲班、幼儿园啊、妇女协会啊、歌唱班啊、还有招会啊、小英自由会、我们的体育团体啊、亲子团等等，在这边我都有看到。这我想这些都无关的单位来了将近一半，那我们的公司既然在运作，我之前说我们还是要加强。那贵公司其实我们都没有收入，大概除了北七馆的租金收入都没有收入。我也严重怀疑到底我们是怎么运作下去。那高阶主管那个有董事长，有总经理，有两个副总经理，那副总经理的分配我请问一下，我们副总经理他的职务到底是做什么？那是不是简单两个副总经理简单讲一下，你们两个分别是负责什么，跟总经理有什么不同啊？是不是简单讲一下？是，谢谢。不好意思啊，谢副总经理。是，毕竟谢。那我这边主要负责的是行销招商，特别是在这个国外的厂商，还有这个驻台的办事处以及商会等等的这个联系。好，那你副总那个是，谢谢一座，我是另外一位副总，毕姓张。那我负责的业务主要是在行政管理、研究考核以及厅舍管理的部分。我们张处长，好，您请坐哈。谢谢。那三位的那经理对不起，你们三个请坐。我真的是要问他，你们负责到底是什么？企划的经理你们负责什么？管理的经理你们负责？会计的经理，我们最大的开销到底在哪里？那个企划经理是不是？你刚才也讲了很多企划跟招商嘛，是。那大家一直在怀疑说，我们
今年好像都没动作，没照到商，那这方面你怎么你是不是讲一下？哦，主要在招商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跟企业国内外企业进行交流。那交流对象首先是针对航空城的一些产业规划，哦，包含核心产业、次核心产业、资源性产业这些的企业做交流。那其实也是跟他们行销一下航空的计划，目前的不管是公共建设或是未来土地的一些相关的哦，以目前都市计划的一个版本的一些土地的资讯的内容，还有他们可以在这边新建哪些投资哪些业种，哦，那包含之后的一些骑乘的规划这样。其实我也替你们感到无奈跟无力啊！你们现在哪时候航空城要好，设在哪个点，根本也没办法，啊。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行销啊！你们没办法去招商，因为你们确定性都不够嘛，哈。那其实说在我们八年来航空城呢，成立了八年了，尤其在那个吴将时代，我们大家都觉得它是个空城。那其实到这个时代啊，我们真的是要赶快去做了。现在还是看起来还是空城哦。我们觉得说意向书哈，尤其意向书哈，我们今年有意向书吗？目前都是有跟企业做深入的交流啦。那意向书的部分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来做签订这样。哇，好啊，那谢谢你，那换你请坐了。谢谢坐。那去那个我们的管理处的经理呢？是报告一座管理处，主要工作在人力资源，还有行政总务、采购跟财务类的相关业务。那你管几个人？你管理经理管什么？大概什么业务？就什么经？你有管几个人？你底下有几个人？我底下有三个人。三个人是。哦，好，来请坐哈。啊，会计，我们前大部分都花什么？报告一座，我们的最主要的预算的话，用人费用是。占我们的预算是比较 高的金额，几乎都是人事费用嘛，其他费用很少，好，大概占到6-7%。好，那你请坐。 那 黄董事长，不好意思，是亚洲矽谷是我们推动的目标。那亚洲矽谷跟航空城要怎么去连结，有没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进来既然那个担任这个职务，我想要把我们的经济做好。我们桃园已经有29个工业区，我们不需要航空城将来还是个工业区。没错，那就没有什么两样。是啊，这方面那个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抱负或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谢谢易座的指教跟给我时间说明哈。亚洲矽谷最大做到两个重点，一个是所谓的物联网产业，也就是 IoT 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重心在做新创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在这两个重心都跟航空城未来的发展完全符合，所以航空城必定会配合亚洲矽谷在物联网产业、智慧产业以及新创产业方面，我们全力的来配合。当然，所以说亚洲矽谷在未来会成立这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也是我们航空城目前计划可以先导发展的，也就是人才先行。我要知道我们航空城赶快做，不然。谢谢。深圳那边已经在做我们亚洲矽谷的所有的工作了，好不好？一座指教的事。谢谢林正贤议员，那我想就教于我们的黄董事长，我想很多议员都非常关心您刚接任这个航空城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职务，对于我们航空城的一个开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去年4-5月的这个全区听证完之后，还要做一些修正嘛，那我们现在大概是交通部民航局预计在8月提草案，10月都是计划定案。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你们对于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意向书，到底是有哪一些？这些厂商跟我们或是公司跟我们这个航空城公司做一个联络，这个能不能请你回答一下？是关于所谓的意向书的部分，我是不是能请这个我这边有相关的一个资讯哈。我们未来我们的物流业有这个新加坡永济物流以及这是目前我们签约的吗？不是我们刚才对那个是。一座，您问的是过去的还是现？过去签订意向书的有几家？过去签订意向书的公司。过去签订意向书总共有这个，18家。那有其中有中钢、三菱商事、三菱重工、
黄辉科技、桃园机场公司、西门子、杜邦、IKEA、国泰、中华电信、房轩科技、远雄以及深恒昌公司。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敏盛医疗集团、中鼎工程这个黄辉刚才这个资料到时候你再给我是不是细节整个的十八家我因为你刚接任给我也不好意思苛责你太多了感谢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就是5月31号我们有一个这个郑文灿市长要邀请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大陆台商来这个端午节这个座谈联谊那这次由我们地方政府来主导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我们航空城公司要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你们有没有预定希望在这个这场这个招商的一个论坛里面或是联谊的一个这个参会里面发挥你们航空城公司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目标能够替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产专区或是我们航空城这边多做一些努力有没有谢谢一座当然有我想最重要的我们在这次的5月31号的这个论坛里面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发挥招商引资的功能我们这次台商我们国家有南向政策但是我们也期待在南向的过程能够跟我们的航空城产专区来做一个整合成为一个我们未来的一个台商投资的一个重要标的那带动台湾以及桃园未来经济发展成为火车头我们希望你能够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黄婉如议员发言谢谢谢谢副议长那个董事长您是第几任的董事长我是第四任的董事长。你是第四任董事长，不止吧？应该是吧？不止吧？我算一算看，我是说在那个桃园那个郑市长就任后的第四任。对不起，你看我刚刚没有把那个定义说清楚。才三年就四任董事长，所以这么多的董事长在之前。在议事堂有被赶出去的，有叫站起来罚站的，对，真的是，说实在啦，每个董事长也皮皮的啦，对，也有被抬着出去的，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模人样的学者也好，专家也好，来担任董事长，我们大家都寄予厚望，谢谢，我们真的大家都寄予厚望。希望啊我们航空城不再是航空城但是今天早上我在这边坐在这边我觉得我很失望我觉得你3月1号上任到现在航空城还是相当的颓废我们从这个航空城的愿景馆这应该算是一个航空城的一个门面一个让大家都知道说航空城是在做什么未来是在做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是这个愿景馆里面真的说实在我觉得来者是客了大家通通欢迎了但是连幼稚园也幼稚园安亲班然后还有歌唱班启智学员这些跟我们科技跟我们的这个还有游泳训练班亲子团这些跟我们这个航空城有关系吗报告一座最主要会有这些参访团是航空城有两大任务 一大任务是招商另外一大任务是行销所以我想在参访的部分是以行销的角度 来接受参访的你请带小朋友来这边参观对不对是他们当然还有家长跟老师他们回去做这个靠他们回去做那个航空城的行销报告一座，你也未免太可爱了一点。报告一座，为什么会有那个孩子来？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亲子相关的活动，以这样的方式，所以不是只有孩子来，还有亲人也都来了。我跟你讲了，这5000多个人呐、是。我希望你上任以后，是、
大家玩正经一点，会好不好？重要的团呐、啊，会跟我们填那个投资意向书，或者是会跟我们做合作计划的那些多来一点，对不对？你看这整本的工作报告有什么改变呢？一定会，对对，一定会在那方面加强。我告诉你，董事长黄董事长，这个对你的这个形象啊，真的大大的打折扣啊！是，你们的网站还挂在105年呢、啊，还挂在105年的7月份，你知道吗？啊，也没有更新，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这18个领高薪的这个长官，你们到底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什么？我想这个网站的部分都在做什么？在管理上面都在做什么？网站的部分是确实有在更新。我想是不是请总经理将更新的部分跟易座做说明一部分？不用啦，我跟你讲啦，我随便讲一个招商啦，我随便跟你讲一个招商啦啊！我跟你讲，反正我随便跟你讲一个招商啦，招商对，菜我的时间，我跟你讲，等一下你们自己看看，好不好？你自己看看，那还存在105年度，你不要这样子哦。这个事实是胜于雄辩的，所以我认为说，真的，在大家都在，甚至于也有在喊到说废掉航空城。但是也是碍于这个情面，国民党设了航空城公司，国民党的政府设了航空城公司，然后不能够毁在民进党的手里。但是我也希望啊，你们领薪水，领这份薪水，大家要摸着良心，可以吗？一定是。不要认为说这是酬庸啊，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报告易座。对，我是对你是寄予厚望了，但是哦，对于这个，对于整个航空城的未来，真的，对于整个航空城的未来哦，我希望你能够有中长程短期的一个计划，是，可以吗？可以。哦，像你刚才讲说有跟我们这个立合作计划，是不是？你刚才讲了18家，嗯，是的，是不是？是的。为什么不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写？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下次会，下次我们会再把是有什么顾虑，或者是半家家酒、没有顾虑，或者是青菜公共，没有，都没有这个意思，都没有这个意思。啊、下次会改进，都会在报告里面完整的呈现。对不对？这是好事哎，为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好的，所以我很质疑，哈，我是存着相当质疑的这个态度，啊，那另外啊，我想哦，真的哦，大家都是领这个百姓的薪水啦，我希望你们对于航空城不要再用这种消极的态度，你们的收入是什么？我们目前的收入就是，我现在的收入就是北区馆的租金。那另外当然就是，对啊，那租金多少？一年多少？1年500。不好意思，一个月租金是15.6万，15.5万。对啊，一年的那个收入是180万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这么大的航空城唯一的收入。我告诉你啦，扣掉人事费啊，真的。迟早会把这个航空城这个公司真的是自然的这个拖垮，啊。你说我们会在你指示的您指教的这部分，我们全力努力。我想真的也不要硬撑啦，你想想看，180万的收入一年，然后还要负担多少的人事费？对对，我看你们大概都是20万，没有，30万。我们今年初全部全面减薪，全面减薪，对，全面减薪。那还在招新人呢、啊，
是不是？报告一座没有招新人，没有没有，还在招新人。没有，我们从103年12月25日。跟你讲，其实不用了，你们就用愿景馆哦，愿景馆请几个解说员，有幼稚园来参观，对，有什么歌唱班来参观，或者什么学校来参观，就请他去解说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在招商的部分，这叠床架屋，经发局也在招商，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公测会也在招商，那你们也在招商，对不对？那就不用啦，招商这块就不用啦，是不是？所以真的是不用啦。那黄董事长，我是相当的佩服你，我也是很尊敬你，我是觉得市长应该给你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去，真的，对于航空城目前没有成熟，真的，我是认为说写了这个工作报告，真的是让你的格局啊下降下降下降很多。所以我们会检讨改进，然后我们也。而且我跟你讲，真的除掉你之外，我觉得你的团队真的是一群哦，皮也厚了，嘿，连续哦被骂了几年，从吴志扬慢慢骂到现在，每次都是这种东西呈现出来的，都是这种的黑白的照片啊，然后幼稚园来拍拍照啊，啊，然后那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其他的歌唱班啊，游泳训练班啊，这些来拍拍照，就是你们的工作计划，所以何必需要这么多人呢？是不是？啊，然后啊，这个有18项的投资谢谢。好，请坐。接下来请杨朝伟议员以及刘胜前议员两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谢谢副议长。董事长，那我想我们每一次啊，在讨论航空城公司的时候啊，都特别对航空城公司啊打个问号哈。那我们一直担心说，是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哈？因为你们的业务啊，一直慢慢的缩减，缩减到现在目前只有招商跟行销。是。实际上，我们目前啊，整个的工作，整个航程的那个我们计划里面啊，目前啊，几乎都还没有送到我们中央去哈。那我不知道说，我不知道准备市长是准备八月份要想要说八月份送进去是不是？没有，已经送计划已经送中央，目前在审议中。审议当中。啊，上次在大会报告也有说，今年十月有机会啊通过都计，这是市长啊当场在议会所做的报告。我希望说现在中央哈。你们已经执政了哈，那我希望能够配合地方，否则的话，每一个会期啊，是我们议员讲的都是一样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你们目前整个的推动的方向还没有底定的时候，你们要再注入太多的经费下去的话，我们议员有意见嘛？我们怕钱投入下去了以后变成烧钱的公司嘛？你刚刚也特别说到说，目前我们只有靠那个所谓的北区的什么馆，一年才多少钱的收入而已，根本对于我们所有员工的薪资根本入不敷出。这部分啊，我想未来真的要要求我们中央单位啊，好好的来重视啊。那我想对于航空城公司啊，我个人也非常的支持啊，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外来的宾客，像你也知道，我们有从中国大陆的，有从马来西亚的，我想上礼拜我特别带马来西亚的几个议员啊，特别到我们航空城去参观。那未来，实际上啊，副市长，你也听一下，我们带国外的宾客来我们桃园啊，想要参观，想要帮我们桃园来推销，我们能够带去哪里？你告诉我一下，也只有航空城啊，航空城是一个点，一个点嘛，对。所以说未来啊，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在这边咨询，我们心里很矛盾，你懂意思吗？我们带这些外国的宾客来到我们航空城的时候，看到我们航空城的愿景馆，跟别的国家的随便一个经济特区啊，一个开发区啊，它的愿景馆啊，都差得天壤之别哈，天壤之别。但是又不得不带他们来看我们桃园唯一的愿景馆。但是看到这愿景馆的时候，第一个又怕说给了经费，是不是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所以这部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讲了好几个会期了哈，而且讲了好几年了哈，
所以说未来是不是针对于今年度的部分，我们桃园航空城公司整个桃园航空城的业务，到底中央对我们到底支不支持？这个部分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积极跟中央合作，赶快把这个计划的内容审定，然后在下一步的那个土增的计划跟审定，那就过了。因为过去因为环保署哈，希望我们进行环评，不过现在看起来环评的做法能够缩短，那这个会加快很多。好不好？原来是规划两年，要不然的话，这计划形成那个骑乘啊，拜托中央哦，帮忙我们一下，否则的话啊，原地踏步。现在只有招商跟引资，我请问一下，你的意向书，你说有18家，坦白讲，那个意向书啊，签啊，是签好看的啦，因为你土地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计划都还没有底定嘛。那所以说我不希望说，当然是不希望说哦，刚我诚如我讲的，我们不想让这些厂商认为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会了，我们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嘛，能够真正，我想航空城是不光是我们桃园，是我们整个台湾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呢。是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好不好？那我想拜托一下，拜托一下我们包括我们，尤其市政府啊，尤其是市长啊，对，拜托一下跟我们总统的部分啊，还有我们院长的部分啊，拜托一下，好好的针对有航空城的。我们不能再原地踏步了。对，就是我们共同期望赶快，好不好？要不然的话，每一次啊，质询啊，讲的议题啊，都是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们不是招商，就是在行销，都在做这两件事情而已，其他的完全没有其他的用途。那我想对于我们预算的消化也好，那我想这部分希望我们市府啊，好好的来协助一下我们航空城。好不好？我想这部分特别的来要求我们业务单位哦，来特别重视。第二个，我想也希望啊，我们愿景馆啊，真的希望我们市长啊，能够副市长都反映一下，跟市长反映一下。有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到国外去看看别的国家的愿景馆哈，真的比我们好太多了。我看过很多，好不好？我们可以有空的组团一下，我们大家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对，了解一下，大家互相的学习一下，好不好？好，是好，谢谢。谢谢一座。好，谢谢啊，曹伟议员啊。那曹伟公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我看我的未来不是梦啊。那总经理，你当个追梦人好了啦，哈，大家来追梦。但是哦，董事长啦，以后可能会变梦醒时分了，这个梦总是会醒啊。好，那谢谢。在这边哦，大概请教一下了哈。董事长来家哈，一刚拜会拜来跟我喝咖啡，我跟他说。真的就诚如黄议员说，你以你的才能，你不应该待在这边。好，我觉得你待在这边像蜡烛在燃烧自己哈，该不会啊哈，蜡烛给抖完去，安尼对你是一种损害了哈。那你待在这边哈，我那天你走了以后，我都联想说，哎，是不是要回来搞选举啊？我刚刚在戏里上，没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我自己想的哈，你不用那么紧张。后来我梦醒了嘛。结果我想应该不是这一回事，应该不是这一回事哈。但是哈，我洪州立你是城隍爷，因为这桃园航空城公司到目前为止哈，拢无一个新名对吧？你这一尊算城隍爷，你进来以后不敢，我希望说整个航空城公司要有作为啦，是真的不要变成航空城幼儿园了。现在幼儿园哦都要抽签嘛，拢抽无你知啊哈。然后人家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啊，你18个招商，照理说。工作报告就重点要提起来，你要把真正有做的拿出来，是不要把做不好的放在工作报告下上面。好，那第一个我大概跟你提醒几件事，剩下三分钟嘛哈。第一点，你到105年12月31号的时候，你的资产负债表内底存的现金偌济，你知无？董事长，好，我给你提醒，好，这无紧，这数字我来讲哈。总经理现嘛无定现有，总经理你现有吗？到105年12月31日。亏损8100多。没有啦，我没有讲亏损啦，我讲说现金，你的资产负债表现金剩下多少嘛？我来告诉你，存4166万7287。好，这是到105年12月31号，好，12月31号。那到106年4月30号，4亿多，不是4000，4亿1600，是4亿，对，好，4亿1600。好，那刚刚回答那个是哪一位？
不好意思，我们的会计经理啊，会计来，等下会有你的议题了哈。那我请问你哈，那到106年4月30号，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多少钱？四亿零多少？四亿零九百，对不对？好，你先请坐哈。张主任，我跟你提醒一下，已经快破四了，快破四了。是。啊，这四个月安尼开偌济？其实开不济啦，这四个月才花600多万，平均一个月才花169万。你们18个人，一个人平均才花九万三嘛，开不济啦。这内底我无算个收入啵，收入有定期收入，有租金收入，这部分我还没有算到哈。那没关系，我大概提醒一个重点。你已经来做当署长嘛，要破4000了。你莫搞不要你啊四亿，你莫做搞不要，就是说你走的时候哈，或是你换另外一个更高的职位的时候，存无三亿。好，这个是一个数字啦，数字会说话了哈。那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我大概继续请教你哈。那在我们105年的时候呢，工作报告说我们这边的员额禁用了18名嘛，专业人员对不对？对，都是专业人员。那到目前为止，106年3月1号也是禁用了18名嘛，对不对？那从104年开始也是18名嘛，对不对？对不对？104年开始是嘛，对不对？哈，18吗？对啊，都18嘛，从头到尾都18。但是从104年、105年、106年多了两个副总，那是有人离职吗？我们一直把原额维持在大概那个基数。不是，你听不坏意思啊，你104年18嘛，105年18嘛，106年18嘛。都18个嘛，那你们增加了105年，增加了一个副总嘛，那这边张志远又提过给这个副总，这多了两个副总，你的原额还是在18，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奇怪、欸，狼给出来原额还在18嘞，这个很奇怪嘞、欸，哦，这个回去检讨一下，我不为难你们哈、哦，好不好？这数字没有错了，数字真的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会增加两个人？原额还在18，那表示以前有错，你要查清楚，然后告诉我好不好？我们把那原额的状况一一报。那另外一个内部控管的部分哦，也就刚刚人事室兼任稽核室的部分哦，稽查的部分哦，这一部分你们违反稽法稽查的制度哈、哦，那你下底。谢谢，请坐。接下来，请范刚祥议员以及徐玉树议员两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董事长啊，这个航空城的存在哈，我想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很焦虑的事情。你很焦虑啊，公司同仁很焦虑啊，事实上我们议会也很焦虑，因为我们议员要负责监督了哈。是。那我刚刚已经听到啊，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减薪的这个动作了哈。可以说是已经这个流血输出了，我说真的我觉得很辛苦了。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避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公司组织，假如这样的一个公司在民间的话，这公司早就翻了啦，早就倒了啦，没有人在这样搞的。那为什么会搞到大家都这么焦虑呢？制度出了问题，结构出了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要做我们的事，那你们也要做你们的事嘛。议会不能不讲话。那说真的啦，我们议会有办法监督吗？没有啦，工作报告我看了这么久了啦，每年工作报告都是薄薄几张纸。我们要监督，隔靴搔痒而已啦，你怎么真正去监督？那我们自己有这个责任，那要怎么办齁？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够解决啦。基本上回归公司法，回归权力分立啦齁。公司法里面是怎么监督的吗？来，我先问你啦齁，这个你一定知道。公司法，董事负责决策执行，谁负责监督？董事，董事负责决策执行嘛？那谁负责监督？监察人啊，公司有监察人。好，公司法第228条嘛，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呢，董事会应该编列一些表册，包括营业报告书，包括财务报表，包括盈余分配或亏损拨补之议案嘛，这个才是监督嘛。这个才有办法确实监督嘛？这些都有进行。我知道，我现在问你哈，好，我们现在有13个董事，有3个监察人，这3个监察人是谁？三监察人是由我帮你回答，我帮你回答，人事处长、主计处长、法务局局长。我问你，这三个人是市政府以外的人，还是市政府以内的人？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我们是不是你好朋友啊，纯粹是公务。严重了，我们公务无私交，公务无私交。我告诉你了哈，我想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对这三位局处首长，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是在讲公司，你市政府内部总是一家亲嘛。那你这个公司本身逐年在亏损，你这个公司在每年的工作报告的时候简简几句话，基本上是交代不足。所以我们议会，我们身为一个议员，我们的焦虑始终没有办法消除嘛。说真的，你讲这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你这个什么盈余分配亏损，这个，我们的工作报告有这么详细吗？差很远吧。董监事，我告诉你了哈，我告诉你我的看法了哈。是。假如一般公司原则上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一般公司本来就是董事监察人，所以一般公司在他是单一股东。我们现在是单一股东嘛，只有桃园市政府是一个股东，所以在一般公司的时候是由公司直接就派这个董事，然后再去派相应部门的人来当监察人嘛。可是在地方制度上是这样子吗？你是学公共行政的，地方制度里面谁负责行政执行，谁负责监督？在地方制度里面，市政府负责行政执行，市议会负责行政监督。对，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整个权力分立的原则，该如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再加上公司法的法理，这个东西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在结构上减轻你的焦虑，减轻议会的焦虑，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说真的啦齁，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航空城公司是不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不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好，是，也就是说按照公司法第216条的规定，我们是没有监察人持股的限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航空城公司现在要解除所有人焦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由议会推举议员来担任监察人。当议会能够担任监察人的时候，议员来担任监察人的时候，他才能够实质监督，你肩膀上的责任才能够稍微卸除一点。要不然说真的，你每次讲啊，工作报告，说真的，你工作报告这几个字，那我是该骂还是不该骂呢？这个是不是市长？这个市长，我理解你意思。你觉得我们把议员推举三人来取代我们的府内的这些局处首长来当做监察人，这样的看法，你觉得怎么样？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可以更彻底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说真的啦，权力分立，副市长请坐。权力分立为什么要分立？权力分立可以避免疑虑，避免结构上的不稳定，让这些事情能够真正透明。我必须要说，这个要从地方制度法来思考。好，那地方制度法的规定是不是黄董事长刚才所说的部分是符合法律的？地方制度法没有规定你航空城的部分。好，请你不要随便回答。规定航空城部分，可是有规定很清楚行政跟立法的分立。有讲说这个市政府投资的公司要怎么处理的？行政跟立法分立是在那个地方制度法里面分得很清楚。我现在哈，那个黄董事长，而且我是来协助你。地方议会的权责在地方制度法里面也有说得很清楚。我想不包括担任地方制度法里面没有排除议员去当监察人了。但也不包括，我只告诉你说这个航空公司法里面的所有公司。这不是只有航空城公司，是牵扯到所有国内公营公司的体制。你不用牵扯国内所有公营公司的体制啦。哦，我只是告诉你，其他公营公司有每年像我们这样亏1000多万吗？有吗？公营公司每一个公营公司在法律上是不是独立的法人呢？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是不是独立的法人？都是独立的法人。那其他公司怎么样？我问你，我今天要是航空城公司没有每年亏1000多万哦，我也不用这么辛苦啦，对不对？你是哪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你是航空城公司嘛？不用扯那么多，这个东西只是在法律上。你说的体制的问题，我是提供一个在政治上的可能解决方法，谢谢好不好？我是希望解除大家的焦虑。我相信制度好之后，所有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啊！请董事长回去慢慢研究一下。好，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好，谢谢，那就请董事长先坐一下哈。部长，我觉得哈，这个航空城啊，当然当时是这个吴志扬县长的时候成立的这个航空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好，也很有前瞻性的哈。就因为中央也是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哦，所以觉得呢，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如果能够全力来推动，我想啊，这个航空城是它的荣景是指日可待。但是呢，这几年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哦，航空城呢，
这个单位啊，每一年他要烧掉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事实上啊，对市府来讲压力也很大。哦，我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说，今天如果蔡政府的这个两岸政策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航空城啊永远是这个样子。再者，前瞻计划里面的8800亿，并没有把我们的第三跑道哦放在前瞻计划里面，所以呢，这个航空城啊，这个开发案啊，真的是遥遥无期啦。所以呢，航空城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其实它是一个是很末端的，它是很被动的一个单位。你今天巧妇我哦，这个真的是哈、哦、难为无米之炊嘛。今天航空城根本没有目标嘛，没有标的嘛，你要叫他们去开发什么东西？今天呢、哦，我们这个一个今天的一个报告啊，看起来就像什么？看一个社团是吧？交接啊。发的那个交接手册，后面呢弄了一些啊、哦，就是去参观的一些相片，真的是乏善可陈啊。我想啊，这个董事长啊、哦，他也是一位学者啊、哦。今天如果说要放在一个这个没有动力、没有目标的一个公司、一个机关啊，我认为啊、哦，真的是啊埋没人才啦。不会了，航空计划在、哦、真的是屈就了。我希望、哦、我会加强努力。航空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困局的时候啊，不妨啊真的可以哦想一个办法，先把它、啊、把这个公司啊哦先把它停下来，无所谓、啊。等到两岸的政策明显，等到政府中央对于第三跑道确实已经要盖了。等到这个航空城整个这个都市计划已经要推动了，我们再来成立这个航空城，真的不会太晚哎。所以啊，前瞻建设计划不同的还没发区段征收不同的制度在走嘛。但是你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最紧要的第三跑道，绝对它的重要性远比现在所谓南部的轨道工程哦要来的重要100倍啊。但是啊，政府听不见也看不到。它是用区段征收哦，这个公司每年这样亏损。我们纳税人的钱，再加上呢，我们像这个农业博览会，类似这样花这么大笔钱的这种活动，这样来做的话，我觉得啦，未来桃园的这个财政啊，哦，会碰到困境啊。所以哦，我希望这个市财市所啊，哦，这个黄博士啊，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内涵，也很有实力的一位学者哦。应该要能够适才适用啊，有更好的位置让他去。他机会会给。这航空城哦，先把它停下来哦。我觉得哦，这个公司哦，先给它解散，我认为都无所谓了。因为为什么？现在解散哦的工的对桃园的工。谢谢，请坐。接下来请吴春芳议员发言3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啊。那个，请教那个王副市长。那个我们那个航空城的部分，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这个航空城是中央的政策还是我们地方的政策？两个都有吧。刚开始是来自于因为机场要扩建，那么后本来要一般征收，后来变成要区段征收。那我们整个桃园市的预算里面编了多少钱给这个航空城的一个设立？航空城它是用区段征收自己的计划自我满足，它并不是另外公务预算进去的。跟一般公司是不一样。这么多的一个预算，这么多的经费，我想说，那个王副市长，你请坐。那个董事长，副校长哈，那个这么多的预算，这么多的经费，如果用在把这个钱用在我们原住民身上的福利的时候，我想这个是意义会非常的大哈。因为当时所谓的那个北区的那个什么馆啊，综合展示馆，以前叫做电通馆。那时候本来是作为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大远的一个集会所，或者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完全中学，因为为了配合这个航空城的一个计划而作废了，而租给这个什么航空公司航空城，而且这个航空城是目前是租给谁？这个北区的综合馆，一家通运公司啊，目前一个月15万5千嘛，对不对？对。然后呢，到这今年的12月31号。那个合约截止，对不对？那我不晓得说他们会不会继续来承来那个。目前他们是有意愿要继续承租。对，后来呢就没有了。有跟他们讨论，不是，今年合约结束后，他们还有意愿要承租。有意愿，问题是有意愿有没有成效？有没有意？是虽然只有一个意愿，问题他们有没有决定要承租呢？最主要是那个北区馆的，我想说这个位置是在于航空城征收计划内。请那个董事长哈能够确认一下。
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继续的承租我们这个北区的那个综合馆的部分，能够确认，让我们一直知道，哎，这个他们要继续做这个租承租这个馆。北区馆。像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你也知道哈。是整个航空城航空计划里面只有税入只有这一笔靠这一笔嘛100多万而已，所以说刚才很多的议员提到过关于人事费的支出就比你的这个税入还要多出好几倍，是的，这样一个航空城的一个设立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我想说这个真的要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人民的钱，我想说我们会在我们的工作上努力突破，一座也拜托一座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努力，是。好，我想说那个你虽然只有担任几个月的那个董事长嘛，我想说在你的领导之下，能够好好的做一个检讨，通盘的检讨，让这个航空城怎么样的让它起飞，好不好？是，好，一座我们会努力，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王浩宇议员、林志强议员、吴宗宪议员以及李嘉欣议员、四位议员共用13分，谢谢。在我们的桃园机场捷运通车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整个场馆在参观的人数上有没有增加？在通车之后，我们的场馆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减少，你们都是团客嘛，哈，那大部分都团客，那有没有曾经有一些民众就想进来看？有，我们都那有没有统计这个数字啊？你是说团客跟个人的？团客以外的数字，我这边应该有数字，可是可能没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整体的统计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每天都有吗？还是偶尔有？我请这个经理这边 来回答好吗？来，可以做报告一下。如果是针对，因为机捷是从2月开始试营运，3月正式通车嘛，吼。那就我所边现在有的统计的资料，我们以去年1月到4月跟今年1月到4月这样比好了啦，吼。因为大概是2月开始试营运，那散客的部分。大概是从好啦，因为我觉得大概有成长58%左右，就是我们刚散客有增加，但是还是很没有意义啦。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你们每一年烧钱，然后呢，整个桃园市民也不知道你们这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业务。然后我看刚刚那个徐玉书员讲的非常好，这跟我去参加什么中青会什么的那种报告，我觉得做的比他们还烂。然后后面的照片人家还印彩色的，你来议会只印一些黑白的来，然后我们也看不清楚、看不懂你们在干嘛吼。那我的建议是啦，我主张啦。这件事关于航空城公司的存续，是否应该透过就是用参与式投票的方式，让桃园市民来决定是否应该存在如果桃园市民认为一个一年亏损这么多钱的公司不应该存在，那郑文灿市长就应该尊重民意，把它直接就解散了嘛。不然一个公司在没有任何功能的状况之下，每年烧钱弄一个场馆，然后去参观的都是特定的团体，而且呢也没有实质的意义，我认为存在的必要不大。这是市长的权责啊，有事可能要对啊，所以我认为啦吼，那我们今天或这几天，我也会在我是中立人上直接来票选，让你们看看民意是什么。如果民意真的就是要解散，那郑文灿要逆着民意走，那我也没有办法认同。我认为这个公司存在的意义非常的低除了亏钱之外、烧钱之外除了我觉得位置的愁庸之外。意义不大。我认为佑铭你们都很优秀，应该都找得到更好的位置，也应该在更适当的地方发挥你们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在这边就像冷冻库一样把你们几个优秀人才冰在这里。我觉得对你们的发展跟对市府的一个人才的一个使用上面，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好所以这个部分，那我自己会做的就是，我们会透过民意的力量来推动，就是把航空城公司看是不是要把预算整个就删掉了。那当然我不能自己做决定，我们还是会邀请更多的市民邀请民意来做投票。那投票之后，我会把数字公布在媒体上。那到时候看市府能不能承受压力。谢谢。谢谢，谢谢议员。好，谢谢王浩宇议员哈。谢谢副议长。董事长，辛苦了哈。议座好。我想航空城公司啊，真的平常心讲哈，对于你们的业务哈，我们平常心讲，真的也不晓得要问什么啦。一家公司。这个我不敢讲说它是一个空壳公司哦。我想公司的业务哦，要推动什么，要进行什么，那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啦。那今天郑文灿市长请你来，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哦，也是想让航空城这个公司哦能够起死回生啦，能够把这个真正航空城公司的这个本业让它拉回来啊。我想这边请教一下哈，就是。
航空城公司到底我们现在业内的收入是靠什么？我们现在业内收入是靠北区馆的租金。现在只靠这个馆的租金啊，一年15万，对不对？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数万，十五万，好，一年就是这个100多万的这个收入。好，我想一家公司，我们常常在讲公司的营运哈，要讲求这个损益啦。好，我想航空城公司成立到现在这么久的时间哦，一直闲这个空转在这个地方哈，我想董事长，你对于航空城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营运，好，今天请你来，你对这家公司的营运哦，你对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跟看法？航空城到底什么时候会启动？其实航空城我们一直在努力启动中哈。那我认为航空城的未来就是我们的产专区将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经济起飞的火车头。所以这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的招商的对象也以这个方向来努力中啊，例如像亚洲矽谷一直在提倡的啊，这个物联网产业、智慧产业，以及我们未来的新创产业，我们都是列为我们的发展的这一个重心。我想一个好的一个投资环境哈，要引进我们的外商，或者是让我们的台商能够回流啊。是，好，我想除了这个国内的政治能够稳定之外哈，我们政府提供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或者资源，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吸引他们回来的一个部分了。那但是现在连土地都还没有搞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来招商？我想土地的问题哈，一直是航空城现在的问题。可是随着时程的进度，因为这次我们市长在经过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听证会之后，已经将新的计划送到内政部研议中他预计他上次也有在议会中报告，有可能在10月份会通过都计。那通过都计之后，未来航空城土地的取得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那未来厂商投资的意愿也会相对的提高，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做更多的努力。我想这个部分哈，未来我希望航空城是一个可以看得到未来的一家公司，一定会的，好不好？那因为航空城的整个计划，它将是这个台湾未来第二这个新一波的一个经济启动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没错，好，我也希望说董事长，虽然这个公司目前的业务哦还推动的还不是很顺利，我也希望在这边能够期许你啦哈，未来能够在公司的这个正常的运作营运之下，整个航空城的计划正式启动之后，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实力发挥出来，好不好？我们会努力。好，谢谢，谢谢，谢谢。请易座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也会增加努力。谢谢。好，谢谢林议员哈，黄董事长是，我想是这样子哈，大家都是一直认为你在烧钱呢。我是朝正面的方向来思考哈，是这个航空城的计划，应该不是桃园市的，不只是桃园市的最大计划，没有错，可能是全台湾省最大的计划，没有错，这是全台湾最大的都市计划。所以你们的任务，你们的目的真的是很重要，你们必须朝很远的方向来思考，是一个那么大的计划，不是很随便的计划，所以呢，你们将来大家都没有看到土地，以前都没有看到什么。但是你们准备动作，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你要说清楚给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哈。第一个，我们当然是在目前招商工作，我们要强化努力。那招商工作里面呢，当然我们很多，我们未来会再强化，就是我们内部招商的能量，包括我们整个航空城公司的相关的组织人员的培训、训练等等，我们会增强我们的招商的能量。那当然在招商的部分，我们会针对有兴趣的一个厂商跟他讨论整个的计划的一个起程，也就是航空城计划中央审议的起程，那定一个未来的计划，他们的在这个招商的时候，他们的投资计划的一个进程，这样的话就会有更明确的计划会出现。那董事长，你有没有碰到大陆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情形啊？我们的厂商会有什么问题？你的目标要更明确，我们希望是朝着哪一个方向的厂商来招商？我们的计划很清楚哈，我们的厂商，我刚才有提到，像亚洲矽谷所提倡的这个 IoT 产业，就是物联网产业，一定是会我们下一个世代重要产业，包括我们的智慧产业，所以智慧产业是无所不包，包括物流、医疗相关交通、生活，它包括在生活的所有的面向，这些产业都是会我们未来从我们的招商的一个重心。很好，那我请教董事长哈，你那个北区综合展示馆的招那个厂商是什么厂商？那是一个物流业。
物流业嘛，是因为物流业 那也没有 很特别的业务嘛、哦、没有，那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北区馆的这个所在地跟那个馆址在未来啊，这个所航空城计划正式通过这个土地征收之后，那个土地会被政府征收，然后会另外再发还地，所以那个地区限址的现况在未来航空城计划通过之后会完全改变、啊、所以目前就物流业活化了、欸、对，本来也是在那边关蚊子真的是很没意义啦、啊、现在已经活化了，所以把它活化起来，这个是运用的很好，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謝謝、欸、不要浪费啦，大家一直说你在花钱，花钱我认为是应该的，谢谢哦，没有可能你没有办法请人家来工作不用钱的，不可能，但是我们要请专家哦、对，实质上对航空城业务有相关的人来研拟、哦、我想这个会比较落实啊，好不好、哦、那请董事长就多用心，依做这个指示的方向我们全力来努力，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钟建业，谢谢董事长，是我想我们相识也非常久了、哦、是我想以你过去的学经历、啊哦、以及你的才气、啊、以你的能力、啊哦、真是大材小用了、啊、你在这个位置上、哦真的你受了很多委屈啊，事实上本席在这里要请教你的问题，我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想刚才钟建讲的大陆现在是一带一路啊，我们前几个月到大陆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五年开发了25000多公里的那个铁道，我们20年才40几公里，你想50几公里，那个汗颜啊，听到很汗颜，所以我想说这个位置上并不是代表桃园市而已，你航空城又代表国家，你知道吗？是正确是吧，是国家，那今天大家讲烧钱，我觉得我没有看到钱啊，你除了薪水还有什么钱业务费，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本来你愿景馆你就要真的要我们政府要做的时候就要做大，你那个现在愿景馆你进去看了给笑死，大家也在讲愿景馆什么，董事长你真的要有规划，你既然代表这个不是桃园市代表国家，你要好好发挥，我讲你现在你要讲招商，那根本没有招商这个东西啊，因为你东西没有土地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有，那你两手空空你要招什么商，我们不要好大喜功，我们把现在的愿景馆我在开始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说，当时是我们张董事长在，我希望说他能够把整个愿景馆翻修过，重新做过。你愿景馆里面没有现代的设备，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几张的旧照片。你叫我们去参观什么？我搞不清楚。董事长是有没有这个规划？我们是我们会依照这个依作这个指示的一个方向，我们来做评估跟规划。不是你像你愿景馆真的哈、哦，我想说里面啊，除了几张的照片啊，而且那个场景也太小，你现在到任何大陆的二线三线的城市去看啊，它任何一个就是区域的面积都比大陆好几倍，所以我们既然格局要大一点，既然我们是代表国家也不代表市政府只是我们一个窗口而已，那这个是代表国家颜面，那我们拿什么东西，你现在是我刚才有看了、啊，你日本人好几个团体来，什么千叶县一大堆来，你拿什么给人看啊，你拿不出东西来啊，你知道吗？我们会评估，谢谢一座的这。而且不是会评估啊，你要规划。你既然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你受委屈，但你还是要规划。没有关掉就你要不要这个位置关掉都没关系。不会有委屈的问题。我就建议你不要受尽委屈，那你要大刀阔斧去做事。只要没有给你发挥的话，你宁愿不在这个位置上，你知道吗？一定采取蔡英文随便也找个位置给你啊，对不对？真的、啊，没有委屈，我对你很敬重啊，因为谢谢，我知道你是博士啊，对不对？一座给我们时间，好不好，我们一定会好好发挥，好好去做了，是好不好？是，谢谢一座，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梁维超议员、苏翠玲议员以及刘征玉春议员三位议员共用15分，谢谢。请黄董事长。董事长，那个航空城哦，从2010年的3月29号成立到现在哦，都已经快要7年了。那我每年的这个书面报告，我就是看到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改变过。那我也觉得很纳闷，就是因为航空城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在做一个行销嘛，
还有做这个招商的一个单位嘛。那我就想说，哎，这招商有那么容易吗？你这些人来参观以后，你没有什么东西来让他更清楚、更了解我们未来的计划。那这些人来参观，你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招到商人？我们现在已经有18家的这个厂商签了 MOU， 那也有很多目前我们正在讨论中的尤其我来之后，我也一直在努力中。那如果有进一步的计划，一定会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的土地都还没决定在哪里哦，那你现在要招他来，那你要未来的计划是怎么样？那只是一个很空洞化的东西。不会，因为整个的计划已经送到中央，正在审议中，而市长也在上次的他的这个市政报告里面跟大家这个报告到说，有可能在今年10月份有可能通过都市计划的审查。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有一点像那个预售屋啦。预售屋的话，它是一定这个建筑图出来它才会有一个预售的动作。你这个什么都没有要预售，我是真的替你们担心。那我希望就是我们航空城的董事长因为你非常有才华，不敢当。那我希望呢，你们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真的要让人家来看的时候有看到东西，不要来看来参观了。我看都是一些什么幼稚园啊，什么协会啊什么的。当然他们来参观，我们也不拒绝，只是说到底我们只是应付式的，还是实质上的？那我希望说我们航空城呢做到的是实质上，是对我们航空城未来大家有认同感。那样的一个单位比较有意思嘛，是不是？是。好，那我就期望说你们大家要努力一点。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真的也很辛苦啦。那我只是说，希望说我们在计划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好不好？好的，好，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面努力。也谢谢易座给我们时间，谢谢。好，就叫我们董事长。是，梁远。董事长，我想你学识渊博了，不敢当，也是位学者，那又担任过立委我想你应该是目前航空城公司董事长我看是最优质的不敢当。但是真的，我觉得真的大材小用。以您的资格跟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我觉得能做的事真的很有限啦。目前整体航空城的推动因为我们分为一期跟二期嘛，对不对？市政府的部分，那是蛋白的部分，对，市政部分。中央的部分是蛋黄区是1481公顷。那市府一期是1160公顷，是的。那现在关键真的都不在你身上，关键在于说，目前整体中央的都计审定的时间点，是航空城开发的起程点的最重要的关键。没错，是。董事长，你觉得这个起程点，都计的审定，你觉得中央何时会审定？今年在上个月市长在大会做这个市政报告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航空城征收的都市计划的通过的时间点，极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有机会来通过。所以在都市计划在中央通过之后，整个航空城的范畴以及它的土地的状况，应该就会得到一个初步的解答。有了这初步解答之后，当然在招商上面，我们会以这样比较明确的降低不确定性、比较明确的一个方案来招商。我相信这个时候投资的厂商的意愿应该会比过去会来得更高。董事长，我想聊一下，目前中央内政部是谁主要负责这个计划的案子？是的，内政部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在审议中，这是一个都审会，并不是个人在负责。我觉得，毕竟现在中央是你们执政航空开发的进度时程快与否，完全决定于在内政部长的手上，跟交通部长还有我们总统的手上。那总统去年从520到现在，在新闻媒体。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他一句话，我支持航空城公司的开发，全力配合桃园市政府市长郑文灿，全力快速开发这个航空城的进度。到现在为止，第一个我真的没有听到过，还是我没有听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董事长要去了解东洋态度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这个第一个很重要哦。如果今天都市计划的审定从520上任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动作，甚至在动作的过程当中感受不到他们愿意推动航空城的进度的善意，董事长，我真的对您未来航空城计划的招商是抱持着很大的忧心的。你觉得中央态度到底怎么样？我想中央态度上次市长有做了一些说明之后，我觉得中央态度也努力的在配合，包括前阵子这个环保署
署长有特别宣示，希望说在未来类似环评的工作都能够在一年内来审定完毕，这个是他要进行修法，所以这也就是其未来在类似航空城这种计划需要类似整个审议过程有一些法令上的限制的时候中央的阻力，中央在法令上面造成的困扰可以再降低，所以这方面中央对我们航空城计划是有重大的一个支持的。那另外市长也特别在航空城计划里面提到尊重多数保障少数，那缩小面积尽速来通过，我想这也是得到我们中央政府共同大家共同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审定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些都市计划审定那些委员啊，有时候他真的不了解地方的需要了。所以我现在董事长告诉你，航空的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关键我们郑市长愿不愿意去找蔡英文总统，两个愿意坐下来好好沟通到底航空城计划的计划审定什么时候要通过，只要这两个愿意沟通，我们航空城才会有机会。不然董事长你再有学识渊博，你再有能力，你坐这个位置我还是觉得可惜，因为能发挥的空间真的非常有限。谢谢议座。谢谢议座。好，这个董事长，我想今天很多的议员呢都针对航空城公司啊给了你很多的意见啊。谢谢。但我想其实归纳起来啊，大部分好像都大同小异啊。那我刚刚有听到你跟这个议员在讲啊，说你们这次呢主动把你们的18个人的这个职等啊都调降一个职等，都调降一个职等，一个职等跟星级啊，还有一个星级啊，还有一个星级，一个职等加一个星级啊。对，那调降下来你们认为这是已经非常有诚意了啊。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个会期就一直在提到，我们认为啊航空城公司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的业务可以去做，那所以没有业务去做，用了那么多人，那么尤其呢你看你们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两个副总经理，三个经理，对不对？你们还有什么经理处长级的吗？有没有还有另外还有一位，还有目前还有一位经理是专门在新闻方面啊，还有一个经理，对不对？所以你们18个人里头你就8个人是这个我们说是主管级，10个是班兵哈，职员，对不对？然后呢你们这个航空城公司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跟平均地权基金去借了3亿7千万嘛，对不对？我在想这个3亿7千万是用在哪，都用在人事费用吧。我想就是这几年从成立之后我们的人事跟业务相关的费用上面。是吗？但没有，你们当然没有业务可以做啦。就是你们的业务以及行销工作，你们现在唯一的业务就是那个参观愿景馆嘛，这是你们唯一业务嘛。你刚刚说招商啊，招商是骗人啦，为什么呢？我要送给你们啊，你们航空城啊其实就正好符合以前这个所谓的对大陆政策啊，4不一没有。好，哪4不呢？就是业务不了解，会议不参加，范围不知道，编制不减少，然后一没有，没有愿景也没有目标，4不一没有。我刚刚讲啊，为什么？你看你们连地震局，你说这个范围是地震局他们在决定，问题是你不是说你们一直在招商吗？如果你连你的范围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招商？你怎么去告诉厂商说我这一块地未来是物流区，我这一块地未来是什么生技园区，你连范围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告诉你的厂商你哪里要做什么，你有多大的面积要来做？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讲你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你刚刚不是又说你不知道？没有，那个是说他说范围有没有缩小，那我说这个是地震局送中央去审议的内容，是啊，不是我能够决定，所以我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是啊，对，没有办法说知，但是给要未来要给我们航空城公司的那个范围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哎，对不起，你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哦。是。
你的招商是现在进行式嘛，对不对？对。还是你们现在已经终止招商？没有没有。你如果你所谓的你的业务招商是在现在进行式，然后现在地震局又针对它的范围可能做调整，那你们没有去参加会议，你也不知道它范围调整是怎么调整，你怎么知道你当初所设定的那个区域有没被调整到呢？因为现在是地震局把整个计划已经写好了，已经送给中央，现在调整的是中央的权责，不是地震局。那只是这个权责是在地震局的工作，这样子。我说明的是这样子。今天早上你就说明的是你就回答了议员，就是说你不知道地震局是怎么调整的、啊。没有，他现在是中央在调整。他说：“哎，土地面积有没有缩小？”我说的是地震局的业务，但是我不地震局送给现在的调整的权责是在中央有没有做调整？地震局送给中央的部分是依照过去的计划送的，有没有做过调整？依照过去的计划送。完全没有调整吗？依照过去计划，只有做少部分的调整，只有做很少部分调整。最起码，最起码，虽然郑市长跳票，但最起码他有调整1%哦。你的那个回馈比例，你原来是40%-50%啊，对不对？一般农地跟特农嘛。然后你后来郑市长调整的是41%-46%。没有，跟一做报告。当初这次地震局送给中央的办的计划里面是没有是还是以40%做计算，1%是上次郑市长做的宣示，所以这个必须在未来地震局跟中央的都计审议委员会，他们再重新再去审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地震局现在送出去的计划里头并没有调整他的那个这个征收回馈的比例，但是在未来的郑市长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增加到41%，从40%增加到41%，这是很明确的宣示。所以啊，我现在要讲就是说，我们从郑市长上任103年12月25号到现在，航空城空转了嘛？因为如果那个计划都没有做改变的话，它其实是空转了，空转了2.5年的时间。结果他的计划是完全没有改变。那你刚刚的讲法是，郑市长那个只是希望跟中央去争取多1%的回馈比例嘛？我想中央应该会尊重地方，对不对？好，地方政府的意愿。那我跟你讲，那我就请教你喽。如果你的招商是现在进行式，那你怎么招嘛？你连那个1%的回馈比例哦，你们都不知道有还是没有，你们也都没有写在你的计划当中，那你现在是怎么招商？所以我在讲啊，其实事实上真的，你们就是对你们的业务不了解，会议也不参加，对不对？范围也不知道，编制也不减少，然后没有愿景，没有目标，所以你们只能够做愿景馆的这个推销，然后安排人家来参访。那我觉得哈，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副市长，因为我觉得钱呢真的要花在刀口上啦。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外面不景气，那事实上我们真的觉得航空城啊，如果只是安排参观愿景馆这样的工作，事实上他没办法招商啦，因为他连范围位置他都不知道嘛。现在是对不对？计划已经送到中央，现在中央在核定。过去这两年主要是听证计划哈，要双方赞成也要反对也要公平的呈送出去，是吗？让中央来做最后决定。是吗？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现在郑市长现在是一个郑市长的想法跟一个原先的计划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做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是你原先照着原先的计划在走呢？你的招商计划是照着原先的计划在走呢？还是你是按照郑市长他的想法的计划在走呢？我们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郑市长的计划他可能减少的我们产专区的位置，我们很明确都知道。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如果招商，我们不会以可能减少那个部分做优先的讨论，这样子。我们确实明确知道，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做招商嘛？不，但是原计划里面可能因为40%变41%，减少的产专区在哪里，我们很清楚。我这样讲了，因为照这样看啊，航空城啊要正式能够营运啊开发，或者正式至少那个范围跟土地啊确定啊，可能也要5-6年以后的事情啊。我真的觉得建议啊，桃园市政府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是不是有必要维持那么大的编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那还有我再提醒啊，就说你们那么多人，18个人了，然后负责的都是参访而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核发那么多的加班费啊。你刚刚说降了一个职等啊，一个薪等啊，
那你这样一个薪等平均也不过降2000多块啊，可是你的加班费啊，你看你104年的加班费47万，105年30万，你106年的。好，1分钟，谢谢。麦克风。再给1分钟。好，谢谢。你106年4月啊，你到目前是77000块啊，其实你这样平均下来啊。你们的那个加班费都有1000多块到2000块之间，那所以你那个降那个薪哦，其实我觉得也是降假的、啊。重点是你没有那么多的业务嘛，干嘛要加班费，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那个副市长要真的把航空城的这个组织编制跟他们的业务执掌啊，我希望能够再做个调整啊。毕竟他们的钱哦，都是跟平均地权基金借的，已经负债累累了3亿7000万。好，所以我希望啊，能够赶快忍痛止血，至少在这段时间，其实他没有业务可以做的时候啊，不需要维持这样子的编制，我们谨慎好不好？来规划一下。谢谢议座，谢谢，请坐。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李光达议员、刘仁兆议员、张兆良议员、黄富淑香议员、张应炳议员、陈志文议员以及彭俊豪议员，共用25分钟，谢谢。好，谢谢，谢谢副议长哈，那个黄董事长。恭喜、啊、我想在这个时候任命你为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而且你跟市长的一个交流非常的畅通，我想要市长非常重视这个航空城的一个计划。我想在产业对我们，尤其我们桃园的人士也对航空城这个不确定性感到隐忧，也甚至有所谓的唱衰的一个现象，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想请问你，现在有一些参访团到我们的愿景馆来的话，他跟你讲说什么时候会好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国外 有兴趣投资台湾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我想很明确的跟他报来说明，就是以市长的期程的规划，在今年10月份我想会通过都计，那都计之后呢，我们期待会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所谓的地商务查估以及环评的部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走的一个都市计划，我们中央的一个核定。没有错，外国人如果这样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回答他？我想会很明确的让他知道说，这个计划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努力之下，我们的期程会加速。我想你们现在的这个功能上在预招商这个部分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至少要知道它的轮廓嘛。我想轮廓在所谓的产业专区的部分相对的特别重要，其他一期二期的话应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都市计划，应该没有错嘛。包括所谓的旅馆以后要投资的部分是在周遭的一期跟二期，在产业专区的话，你讲的 IOT 也好，我们的国际医疗专区也好，或者怎么航空生技或者航空，没错，这个技术的部分应该是在所谓的产业专区。没错，是的，是的。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徐总经理，我上次有建议你在这个愿景馆的部分你不能只有几张图啊，一定要有一个立体的一个投影的东西给我们的来宾国内外想要投资的还有国际的想要来投资的，充分了解说未来它的样态离这个机场用立体式的来投影出来，让来大家来充分了解你有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软体上的一个 support？ 报告一做哈，那我们在这个没有钱做的话，我想这没多少钱啊。我们在去年我们用最有限的一个经费我们把在我们的光雕室做了一个更新这光雕室看得到我们整个。我想全台湾的最大的一个都市开发计划，尤其对我们台湾的经济有一个左右的一个影响力一定一点小钱要继续来给它花下去让我们能见度看得到哈，让国际友人跟我们的对我们台湾的航空城计划更有信心，好不好？好，谢谢议座。好，谢谢。徐总经理包括黄董事长，我想说我们今天来议会特别要跟你鼓励打气哈，觉得谢谢很多公司的推动难免有一些困境但是要有所坚持我们记得我们在100年的时候都在讨论积极的通车，结果是拖到106年2月来通车。事实上，很多的困难就是要有坚韧的毅力去推动它。那我觉得说，我看这件事情是渐渐有露出的曙光了。那市长在市政会议说，假如说106年度10月份了，就今年的10月份了，能够都计划能够通过的话，蛋白能够解决的话，蛋黄能够解决的话，蛋白整个就能够推动。何况现在积极也通车了嘛。那亚洲矽谷的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大政策，也就在我们青浦这个地方，跟我们航空城有密切的连结了。我希望说你们这个要更专业、更用心了。我本席给你建议，就是说我们在10月份只要有通过以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利用那个跨年的时候，利用圣诞节，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说你应该跟市长争取跨年，拉到航空城，拉到青浦这边来办。
你看看那新北市，它一个耶诞城可以炒一个多月，很多民众去了没有去了解啊板桥一些新站的建设或怎么样，包括我觉得说十二月，假如说十月份有通过，你应该跟市长积极的争取。我觉得你们包括你们的副总经理，你们经理人也都蛮专业的。我觉得说应该把一个带动，就是说我们利用这年底的时间啊，跨年也在这边，我们利用圣诞节，我们办一个航空城，像耶诞城这样一个活动，这样子把你的愿景馆整个拉进来。要有青埔，我们有很多的空地，有利用现有青埔车站，然后把这个东西 做一个包装，让民众的了解。假如106年度都市计划能够进行，107年度一三五能够查估，事实上108、109，我们就陆续的推动。我们甚至推动的话，可以不要那么大块的推动，先50公顷、100公顷来推动。那现在很多包括生技专区、亚洲矽谷，整个都有意愿来投资在这边。我看黄董事长，我刚刚这样建议，你觉得可不可行？这当然是非常可行，我们会回去仔细评估之后这个向上级报告。我觉得说现在我也跟市长建议嘛，假如你把跨年，包括我们耶诞节的时候，11月、12月一个跨年气氛，我们把民众拉过来这边，然后做一个布置，那主要做什么？让民众了解我们国家的大型的建设，什么叫做航空城。我们将来有什么样的产业会进来这个地方，然后搭配机械现在也过来，那机械过来可以把人也带动过来。其实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并不像说其他议员一直在看衰这个事情，我觉得事实上都有这个曙光了。当然黄董事长，我觉得这方面公共政策这方面你是专才了，我希望这部分大家能够花心思怎么样来做规划。我想中央政府一定非常的支持了，一定我们机场也在这地方，我们的航空城就在机场的周围。我想说第三跑道是一定是势在必行的嘛，对吧，董事长，对不对？对，第三跑道势在必行，那也是交通部民航局目前送到这个内政部在审议的计划之一，跟我们的地方政府送的计划是一起来审议。我觉得全区听证各方面整个业务都已经推动了差不多，我觉得这部分十月份我觉得说是蛮乐观的，只要通过以后107年度第三波的查估，只要能够很明确的话，其实大概的位置都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说建议的话，可以100-200公顷来开发，开发以后呢，处理的底背地呢，就有一些收益，让你这个公司就能够更加运转。我觉得包括总经理，包括你们的副总，其实都蛮有经验，都当过局处长了，其实都可以很认真的努力我觉得应该跟市政府这边、跟市长这边多争取一些你们可以做的事情了，不要常常做一些就是像挨打的局面。就我刚才讲的嘛，你怎么样搭配青埔那个特区，怎么样把它地动，把它炒热起来，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了解什么叫做航空城。事实上那种规划、那种内容其实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丰富，其实很多市民不大了解。我希望利用这年底的活动，假如说你很明确的十月份那个都市计划已经通过了，应该告知我们全国老百姓，不止桃园市，大家说你们进来，未来的5年、6年一定有土地可以取得，一定可以做规划，好不好？我们依照一做的这个指示我们来规划跟评估。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赵良。黄董事长，一座好，徐总经理，一座，各位我们航空城公司的各位这个同仁，我想这个回溯到我们吴志扬时代，吴志扬时代当初成立这个航空城公司，用20亿做一个这个资本额，那拿出了这个5亿在我们航空城公司里面来逐年来推动。我们这一个桃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区段征收，最大的一个区段征收的发展，所以那时候跟中央是配合蛋黄蛋白。那目前，当初的想法其实范围过大，本席就有一直讲，6000多坪的这个区段征收是很难做一个整合的。6000多公顷很难整合的一个区段征收，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又要跟配合第三跑道，所以那时候本席是反对，认为航空城公司那时候成立实在是太早，因为根本就还没有一些眉目，所以那时候本席是反对成立航空城公司。可是话说回来，现在已经经过了6、7年，这个时程也已经接近尾声。我看到市长上任以来跟我们航空城公司跟地震局的努力，在缩小范围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公听会，对于我们地主土地所有人权人的意愿，想要留的人留，想要
开发人开发。因为有一次我跑到一个公祭场合还有公共场合，有人跟我讲，老百姓跟我讲，如果曾文灿市长没有将桃园航空城推动完成，他会落选，他们会对他失望，不会再继续支持他。所以本席认为，经过六七年的一个这个区段征收的一个过程，那也是因为曾文灿上来，积极的跟地主做公听会做沟通，所以现在这个范围缩小，可行性上，只要现在送到我们中央的审议委员会通过之后，我想有了这样子的通过，我想一招商这些产业这些大公司知道已经通过他们的这个预招商意愿同意书，预愿投资我们航空城产业，才会明确具体，是不是这样？是的。所以在这边啊，王副市长，我认为我们真的在地震，在都发局跟地震局，都发局的这个我们审议小组要赶快加速脚步。虽然市长有宣示性说十月份能够希望能够通过，可是本席在做 A20 A21这个土地地主的这些协调性，我认为真的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权人都是希望拿到最好的一个分配比例跟最优势的一个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分配我们要有一个规范制定，让这个很快能够有一个决定，不能在那边晃了、啊、每当还半空中晃。所以本席啊、哦、有一个期许，这个已经到后面的，真的如果十月份的这个土生小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你们有一个时间点，所谓的落日条款，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完成，我们公司是不是能够再精简人力，还是说先停下来，等到我们的这个都市计划审议小组通过，我们再来启动，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我这个议员是要替老百姓省公堂的，所以我拜托你是我们不管王副市长也好，我们董事长跟我们总经理好，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我不希望在这边在这边浪费我们的人才、哦、这个航空城我真的是当初我反对到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加速脚步，能够赶快取得我们中央的认同，赶快通过。那另外那个蛋黄说要一年修法，我认为这个用专案去不能在那边修法，这个要同步啦，如果没有同步，我想我们这些企业主要进来投资的意愿还是在那边丢毒啦，好不好？这个拜托拜托啊，谢谢。谢谢谢谢一座，谢谢座。好，哎，董事长，哎，四座哥哈、哦，总经理坐。是是那个其实哦，刘议员好。其实我就对你觉得你任这个位置有点可惜啦，说实在话啦，没有的，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也知道，目前航空城的资产等于因为没有土地，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来运用啦。但我相信未来如果有土地，你来坐这个位置，一定可以把我们的桃园，我相信可以把它带到更好的一个境界。这个我觉得，说实在，赤卓哥你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历任哦，其实镇长上任哦，升格以后哦，这个位置董事长换了很多人呐、啊。说实在，你的能力绝对是胜任，绝对是有余啦。那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很多议员都当然啦，我们都会关心，就是说，因为现在有点算是，吃老本啦，对啊，这个是免不了，因为这是大家都会质疑的问题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土地啦，吼，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能也是期望说，我们董事长啊，就是能尽量就是要节流啦。就是这样子，让因为人民的观感，老百姓的观感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会花这样的钱呢、啊？所以就是说，当因为我们的工作报告也有提到，也有看到，其实目前都是让一些大家来看一些展览那个愿景馆的部分呐、啊。
那个，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期许我们的那个董事长哦，未来我觉得说，其实跟我大家跟我们跟市长沟通都非常的顺畅，所以就是说期许就是说未来要怎么来赶快做好这件事情啊，也许未来我觉得如果有土地的话，那个董事长制作哥应该会有更好的发挥啦，吼，我们再一起来加油，吼，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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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谢谢，也谢谢一座给我们指导。谢谢我想先请教总经理好了，总经理，一座好，是，我想其实我还想先了解一下，到底现在我们航空城的一些定位任务然后像在未来我们在106年的一个营业的一个计划内容到底是什么？谢谢一座哈。那我想刚刚董事长这边有提到，航空城整个计划预计在今年10月份，那会都市计划会定案。那今年度哈，那我们除了以愿景馆为一个行销基地以外，我们也是积极的往外去做预招商。比如说我们在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个参加的2017的智慧城市的一个展览。那其实在这一年哈，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哈，我们也做了跟了许多的厂商来做的接触，那包含在下半年度，我们也会针对公司整个网页，因为网页是行销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管道之一。我们网页我们会加强为中英日韩版的等等。只有中英日韩版吗？我们现在新南向政策不需要考虑一下其他多国的语言呢？因为预算去年度预算通过的关系，如果预算可行性，我们会积极来争取东南亚的语言来加入。我想应该是需要的哦，因为既然配合中的政策，我想这部分请我们的航空公司再考量一下。是。那事实上，其实我看你们办了很多活动哦，那真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还可以更多一点点的。比如说，因为你们其实都是我想航空公司真的人才济济啊。每个都是各行业都学有专精，都非常的厉害。那但是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在现行的，可能是因为的政策之下，所以变成说，其实你们在很多事情上是有点绑手绑脚的。我是说，其实你们自己可以对自己有些期许、一个规划啦。那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协同配合的，其实也可以提出来嘛。对啊，逐步的放宽。其实我想最早最过去的时候，大家对航空城质疑是因为不够透明、不够公开。我想现在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也受到议会的监督，所以我在想，其实你们可以想想看到底自己本身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对啊，我想这样逐步让大家也配合，让我们航空城的功能真的发挥到最大这样子。那同时刚才也有讲哦，其实航空城也可以利用你们自己地点的优势嘛，那办一些像是一些祭典的活动 ，festival 这种形式哦，让更多人来参加，那我想会让很多人更了解我们航空城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可以顺便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一些外资哦，来了解我们的航空城，好不好？好，谢谢议员，谢谢我们总经理，谢谢。那个董事长，你好，张宇好，副议长是。这个讲到这个航空城哈，这个全世界包括全台湾都是很瞩目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了哈。是，这也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的建设哈。那么。刚才我们黄委员讲回溯到吴志扬时代，其实也不是，终归要回归到那个朱县长的时代哈。朱立伦县长在他离开桃园县政府的时候，就下了这一颗蛋啊，这一颗蛋就分为蛋黄区跟蛋白区，对不对？对。时隔朱立伦时代，然后又接着吴志扬县长时代，加上现在迈入桃园市的我们的。郑市长这个年头，加上现在落到你董事长黄董事长的身上，希望这个重担啊能够在你身上发光发亮，好不好？我们会努力。大家都晓得这一颗蛋，当下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分为一个蛋黄区跟蛋白区，一直谈到今天，已经几年了，董事长几年了？从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8年了。那是啊，我时常讲。我也在呼吁啊，真的，我们一颗正常的蛋，当一颗母鸡啊下一个蛋的时候啊，它一个孵化的过程一定有一个正常的程序，对不对？是的。那么一颗蛋孵到现在啊，这个蛋它有一个既定的政策、既定的时程，你们要照这个既定的时间好好的去规划一下，不然的话，这一颗蛋哈、一直孵下去，最后变成坏蛋，变成完蛋，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航空城在台湾需不需要？当然是需要，全世界会瞩目啊！
预计航空城的成立，如果将来成立之后呢，对我们桃园市绝对是加分的，对不对？啊，当然，不只是桃园加分，整个台湾都会因为航空城而加分。那是 啊，那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说真的，你们对整个航空城的愿景有何期许？有指望？是我们航空城最主要是希望成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命脉以及火车头，所以未来台湾的经济跟桃园的经济的发展，我们这是航空城招商的目标，都以这个做目标。例如，跟亚洲矽谷配合的物联网以及新创产业，以及经过我们物联网以及工业 4.0 等我们发展出来的一个智慧产业，包括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生活、智慧交通等相，还有是航空等相关的，我们都会在未来成为我们招商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期许我们在这个年代、这个世代，黄董事长你的领导之下哈，以及我们郑市长的这个桃园市升格之后，这个整个航空城的期许，不要让我们的市民那么辜负他们的期望。尤其航空城当初成立之初，大家都晓得哦，不是在炒作土地而已，不是这样，他们也不是在炒作土地啊。只要整个愿景就是规划台湾的整个桃园地区的愿景，将这个结合我们的机场周边的这些6000多公顷的这些腹地啊，好好的整个整体的规划完成之后，当然里面分了很多的区，对不对？很多的区，没错，我们有很多的区之后呢，将来整个成立之后呢，把这个整个市场商场打开，把这整个台湾向外宣扬出去的时候，谁都知道台湾的世界的航空城。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有航空城的。目前比较知名的有例如荷兰例如仁川的航空城是世界上比较知名，当然中国也有航空城的计划等相关。那是啊，还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比较知名的航空城计划。是啊，像日本的仁川新加坡，你们应该都了解吧，对不对？对。那么整个航空城，说真的哈，这个规划当初是规划很好，一个蛋黄区跟蛋白区，蛋黄区跟蛋白区，它不是划分得很清楚吗？有，这是两个计划，一个蛋黄区是由交通部民航局所提出来的，包括第三跑道以及人员安置的计划，而蛋白区是由桃园市政府所提出来的，也就是机场周边地区的相关的都市计划，包括我们的产专区，包括住宅区，包括商业区，当然还有许多公共设施的用地等相关。所以我觉得很纳闷了哈，时间隔了已经八年了，像整个专区里面都有经过都具通盘的检讨、通盘的规划、通盘的规划跟通盘的检讨，当初到现在眼中长城，你们的计划将来如何对我们的市民有所交代？可不可以讲个比较具体的？我想这也希望说这个议座以及全体市民再给我们航空城公司一些时间依照郑市长目前的一个规划，就是今年十月份会通过这个有机会来通过相关的我们内政部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的都计的审查。未来在航空城土地的取得上面，我们的不确定因素将会相对的低，也就是因此在招商上面，我想这个所谓的未来这些产业的这个招商的工作上面会相对来的顺利。你们加油一下好不 好？是的，我们会努力，谢谢。好，谢谢我们张玉炳张议员哈。说实在的，议员好。航空城哈，今天早上虽然我比较晚一点进来，但是我都有利用那个实况一直在看状况。这个航空城最早，就像诚如我们议员刚刚讲的，这个是要追溯从朱立伦时代，好，然后我们航空城公司的成立是吴志扬时代，那一直到我们现在郑文灿郑市长那个上任以来，其实说实在的，他承接的是一个最艰困的一个时代，好，因为他整个从一上任开始，积极的就在各地地区展开我们就是跟民众面对面的一些公听会嘛，对不对？是的。那整个公听会当中，除了听取民众的一些意见之外，那也让民众也了解我们航空城未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那在这边哈，我还是说在早上大概不外乎大家对于那个我们的航空城，当然是有一些很多很宝贵的意见啊。早上很多议员提供这些宝贵的意见，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就要都要虚心的去接受，当然是不是？那我刚刚有说过啊，真的是也很替你们抱屈，因为真的是你们承接的是最
那个艰困的时代。那郑文灿郑市长他还是 接下来这个艰困的任务，并且把这个任务交给董事长，好，交给你们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那我在这边还是想要了解说，除了我们愿景馆之外，我们的招商跟我们的行销部分有没有一些新的接触跟新的进展？是的，我们是有在招商部分我们有真的有一些新的接触。那当然在这个例如在物流业啦，这个相关产业，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接触，所以总共加起来也有数十家之多啦。那当然我刚才一直在特别的强调的是说，我们未来这些厂商的一个进驻不会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产业，是的，它的产业绝对是一个以台湾下一个世代经济起飞所需要的一个产业啊。所以下一个世代经济起飞，由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跟观察，大概就是以智慧还有物联网业以这个方向为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相关的产业看起来或许都是怎么听起来产业都一样，可是背后的本质它都会以智慧以及物联网相关的来进行。例如我们即使是物流业，我们也是智慧物流；即使是我们的医疗业，我们也是智慧医疗即使我们的交通业，我们也是智慧交通等相关的。所以一定会类似像那也要未来要搭配整个航空城的基础建设设计成。谢谢，请坐。接下来请徐其万议员发言六分钟，谢谢。哎，谢谢我们副议长那个我们航空城公司我们黄董事长徐总经理，谢谢议长你三列到任到现在是真的，你在积极在推动我们的航空城的航空公司的这个业务当中。现在我们市长郑文灿市长呢也都对外表示，将在我们的这个航空城呢将在今年的十月底要整个内政部要审议这个航空城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通过。那最重要通过了以后，接着就是土地征收小组要审议，还有七段征收，通通是接着。好，那在最快呢，本来预计是在108年底呢整个会所有的都会审议通过。那现在呢是又改了改到109年的3月底3月底呢才会正式来通过。4月份启动呢七段征收，启动七段征收以后，接着就是要先建后拆是不是如同我所报告的这样？这是当然是这我想这是地震局跟易作报告的内容了。好，那我们这边就是配合相关的期程来进行。因为我了解这个是地震局的业务，但是你航空城公司你现在都在包括国外招商，包括国内的很多的团体、企业团体、公司行号都来积极的做招商。那虽然刚才谈的是地震的业务呢，但是这样的一个你对外招商，很多的企业团体难道没有人问你董事长总经理，你的土地什么时候可以提拨给我们吗？当然所有的厂商都会问这个问题。那大概我们也是依照地震局相关规划的期程跟对方做说明。我希望说在整体规划很多还不太了解事实上我们的现在规划是6000多公顷，但是呢真正来征收我们蛋黄的部分才1400多公顷，1400多公顷，我们的蛋白的部分呢才1700多公顷嘛总共是3100多。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误为6000多公顷这么庞大，所以说我希望呢你们同时在招商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企业很多公司到你们这个航空城公司做一个整个拜访的时候，你们要很充分的跟他们说明白不要误导，以为真的要七段征收是要6000多公顷。是，这是我们航空城公司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行销，就是要把正确的数字跟正确的计划内容跟市民以及广大的群众来做说明。现在最重要就是你们现在积极的在做一个整个对外招商包括很多的现在你们写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呢，很多的企业公司都到你们的拜访但是在这拜访过程现在很多的还不太了解说到底航空城，因为我是在地的议员，很多的包括企业，包括很多的一些
啊，业主啊都要相亲，到现在还够搞到五煞煞，对，哦，还五煞煞，哦，这样，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市政府这方面呢？我也请我们王副市长，哦，在航空城的整体的推动，哦，包括我们航空城公司对外招商的所有的这些进度到哪里？哦，最重要，你现在手头上也没有啊，土地嘛，你现在没有土地，只是口头上在做对外招商。对，那最重要就是关心到啊，招那个整个开发要顺利，啊，开发顺利的话，你才能提供啊有这个土地啊给对外的所有的这些啊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所有的这些企业真的来做大型的投资，因为你航空公司真正今嘛，你啊就是三月份奖金够大。啊，副长请坐哈。你这边呢？啊，你的人员嘛是要18个人额，18个人额呢，我希望你们啊节言开流，啊，节言。你因为你现在你要自己在整个只有啊这个北汽综合展示馆只有一个租金收入而已，那其他的呢，通通没有。那都没有呢，那你在这个支出的部分呢，你就要做增节支出，不要呢。让航空城公司就是越亏越大，因为一个计划，不管是哪一个县长，哪一个是朝代的规划，我们看到捷运，那机场捷运呢，从规划到现在是20年，但是我们今年通车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航空城啊，整体的规划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尽早啊能尽早来推动啊，尽早推动呢，你在航空城公司，你要真正的才有办法落实啊，在这落实。在招商，带动我们桃园的繁荣，带动我们台湾整个经济起飞，是的，哦，对不对？不要说只是一个口头上报告，但是你们还是要积极配合啊，我们都市发展局还有我们的地震局共同来努力啊，哦，让航空城早日来推动完成。哦，谢谢一座，我们一座也一座只是努力加强努力啊，也拜托一座再给我们这些时间，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请坐。好，那么今天啊，我们义城航空城的工作报告，所有登记的议员通通充分发言完毕。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